今天浩章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乐高40337啊，算是姜饼屋的缩小版啊。原本的编号是10267啊，10267对，然后的缩小版啊。我发现其实小盒的反而比较难装，我这一组我反而装了20几分钟，因为它其实零件小，而且它的零件基本上都是一格的那种零件比较多，你像这个就。这个几乎你看到就是小零件啊，那还原度其实蛮高的，但它如果有附一个姜饼人，我会觉得这组更好，但可惜没有啊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场景，然后唯一的贴纸是这个2019的贴纸啊，2019贴纸，然后是主要是贴在这里的，但本身就没有贴啊，完全没有什么可动性，然后比较大片零件就是底部，这个底部的底部的六个底板啊，其他基本上都是两格的那种。小零件啊，不多啊，反而装起来要装很久啊。后面看是这样子，侧面看这样子啊，其实就真的就是还原度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啊。怎么知道？售价、欸？这组因为是正品啊，所以我不知道它的售价多少，我可能要去查一下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购买啊。个人觉得是小零件很多啊，但没有什么涂装的零件啊。算起来，唯一涂装零件就这两个。饼干的零件吗？其他就没有了。转一圈这样，那唯一的贴纸是这个2019的贴纸啊。有兴趣会考虑啊。乐高40337。